都说婴儿是父母的掌中宝、心头肉，捧在手里怕掉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。近日，重庆却有这样一位母亲，因为与丈夫吵架，便将婴儿丢弃在了一辆运行的电梯里。1月17日，重庆市綦江区通惠派出所民警向记者讲述了当时经过。事发当时已是晚上9点，派出所来了一位报案人，自称是附近一小区的保安，说自己在小区的电梯里捡到了一个婴儿。为了尽快找到婴儿的父母，警方立即调取了小区电梯的监控。点开监控画面所看到的一切，让在场的人都难以置信。我们在值班，然后附近小区的保安抱起个娃儿进来了，然后那个娃儿都是那个一直在哭，他说是在小区头电梯里头捡到起的一个娃儿，好，我们帮忙找到他的家人。通过监控可以看到，只见一女子将婴儿放入电梯，尽管孩子不肯进入，但女子还是将孩子推入后离开。电梯口的居民都傻了眼，一度电梯中只剩下婴儿一人，婴儿时而躺在电梯里，时而在电梯里爬动。当时天气寒冷，电梯门也经常开闭，婴儿非常危险。最后终于有一名好心的居民将婴儿报给小区保安，婴儿这才得以脱险。经过民警的查找，终于通过电话联系到了孩子的父亲刘某。刘某来到派出所解释了事情的缘由。原来当天晚上，婴儿父亲刘某和母亲陈某因为家庭琐事发生了争吵，要离家出走。陈某气不过带孩子出来后，便将孩子丢在电梯里后离开了现场。气头上的刘某看着地上的婴儿也没有理会，也径直离开了。民警当面对陈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。